少君，您还是休息一会儿吧。您看您都一天没有休息，也没有吃东西了。我没什么事。他在牢里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司监大人对他还可以。司监台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证据？目前来看，还是苏若飞嫌疑最大。不可能是若飞。那会不会是苏若山撒了谎？就算是他说了谎，可是他没有时间放火，这点有凌月正为他作证。又或者是他有其他的帮手。云瑶城主，我考虑过，但是不可能。叔父他虽然性子荒唐，但是处事磊落，他不会对一个女子下手的。我还是很难相信苏若山会这么对他妹妹，毕竟他对一个陌生的小女孩都能充满善意。少君，您也别太心急，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明天就是祭典了，您今晚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以免领主和夫人担心。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，一定会。因为火就是他放的呗，他想栽赃苏若飞。如果是他放的火，为什么里面的灯又完好无损啊？再说了，着火的时候苏若山跟林月正在一起，他腿又不方便，他哪有时间这么做啊？对，可是他，我看分明就是苏若飞放的火。你不光放火，你还想陷害给珊珊。你城主这话说的有失偏颇了吧？您都说了他二人是姐妹，姐姐不会害妹妹，难道妹妹就会害姐姐吗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害我姐姐？因为你害怕他抢了你祭典乐师的位置，所以你在陷害他。可是我姐姐考核我同意了呀。这才是你的高明之处啊，你表面上同意，背地里捅刀子，以为这样大家就不会怀疑你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若山，现在只有你能证明若飞的清白，请你如实回答，是不是若飞为你借的灯油？姐，菲儿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放火呀？姐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明明是你让我借的灯油啊！你说你打翻了我的灯油壶，可是我的灯油壶明明是好好的呀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换了个新的？幻乐坟的灯油壶都是特制的，每个上面都有主人的名字。走，哼，姐，为什么？菲儿，你这次闯的祸太大了，姐姐也保不了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苏若飞带走。我看谁敢动。木儿，你身为东胜少君，难道要知法犯法，包庇凶犯吗？现在又不能确定苏若飞就是凶犯，而且我相信若飞一定不会放火。若山，若飞可是你的亲妹妹，请你如实回答，到底是不是她为你借的灯油？少君只愿意相信菲儿，难道就认定是若山在撒谎吗？你觉得我会害自己的妹妹吗？我所言句句属实，我的灯油从未打翻过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是找到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证据了？还没有。
领主要将我逐出幻月城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可你知道，这不是我做的。我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你放的，领主只看证据。那是我姐在撒谎。对了，你和我姐已经被赐婚了，所以你们让我离开幻月城，就是为了让你跟我姐在一起。你当初答应过我会跟我姐处理好这段关系，这就是你给我最后的答复吗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还要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你走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走，对你来说，我离开幻月城是最好的选择。是。好，就算你跟我姐被赐婚，我也不会背负这样的罪名离开幻月。我要去找领主说清楚，当面解释。苏若飞，你觉得领主会信吗？你放开我！他不会相信你的。都别动。把门打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你告诉他们是你让我借的灯油啊？你说什么呢，菲儿？我何时让你借过灯油啊？那我为什么可以走了？领主已经下令了，答应把你放了，但是要把你革除幻月房。逐出幻月城。领主为什么要革除我？火烧幻月房如此重罪，只是把你革出幻月房罢了，已经是领主天恩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为何要撒谎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你要留在幻月？如果你在云瑶，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，我们也还会是好姐妹。等我当上了大月正，我会把你和父母都接过来，我们一起继续开开心心的生活。我也想当大月正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想过，如果我们姐妹俩一决胜负，到底会是怎样？我以为，不管我们对方到底谁赢，都会为对方感到高兴。可是现在，我错了。你当然错了，要不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而大月正也只会是我的。哦，对了，不只是大月正。少君也是我的。行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就不和你说了。